由可儿主持的开 TV 节目《有种老板娘》推出第二季，请来圈中不同的老板娘担任嘉宾，分享做生意的成功之道。呢日就请嚟 Christy 嚟几军作客。今日的重点就梗系 Christy 啦，靓女啦，年纪轻轻啦，就原来已经有自己的 studio 咧去整蛋糕嘅，系啦。咁我都想呢日跟佢学下整蛋糕啦。其实我喺整嘢方面就。即係欠缺少少天分，係唔緊要嘅，唔緊要。我準備好嘅，因為其實我都度身訂做咧，今日係整一個兔仔有關嘅蛋糕。哦，一個兔年。係啦，兔年咁，所以係簡單嘅，可以一定做到嘅。係，即係我你會安排我做啲咩？我會幫你，你可能會幫我整啲紅蘿蔔仔咯。哦，係啊，好似好高難度咁，我已經唔高難度，放心，你一定做到嘅。我係黐上去嘅啫，係啦，黐上去啊，同埋係有啲手工藝多少少嘅嘢咯。農曆新年假期啱啱過去。正當大家都回味緊假期同美食，不過靚靚人妻可兒就話諗起派利是都驚啊！點講咧？其實咧係舊年就係第一次，其實係派利是嘅。咁但係因為舊年即係疫情好嚴重啦，咁所以咧成日包咗好多利是咧，就哎呀冇人俾嘅咁即係因為第一年你好似好想封利是，俾人有個感覺咁樣啊嘛。咁如是者今年咧就哇調翻轉啊，就真係包手軟。是派到驚啊！哇，原來真係好驚喎！明明咧夜晚黑已經係即係年三十晚，你知一定會係入好曬啲利是啦。咁以為派，咦？點解唔夠一兩日又派曬嘅？咦？點解今晚入完，聽日又派曬嘅？咁你知男仔咧好多時佢唔係好理呢啲嘢噶嘛，佢覺得啲利是咧好似個天上邊跌落嚟咁樣。喂，我冇曬嗰只利是啦，我又要再多啲嗰只利是封食，我冇曬啦。咁啊夜晚黑就喺度包咯，即係因為呢啲嘢通常男仔唔會好顧噶嘛，通常都係女仔顧。咁但係就覺得。究竟幾時可以派完啲利是？唔使再派。你應該帶你隻西摩出去鬥利是，係咪啊？覺得 work 嘅喎，因為今年我都只兩隻狗狗都鬥咗唔少利是。係咪啊？黎紀君講到鬥利是咁有計仔，早已名花有主嘅佢，有冇俾親友催婚做啲派利是俾大家先？有嘅，我 feel 到我另一半都不停被問呢一個問題，因為我身邊太多人結婚啦，係啦，咁但係就大家順其自然啦，因為其實嚟緊呢一年，反而我工作好多 plan 係想做，咁亦都另一半佢可能都會有更大嘅 plan 想做，咁所以結婚就後話啦，咁樣咯，係啊。